8月23号下午，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管局山阳所对辖区内部分商超、餐饮店开展了进口食品突击检查，全面排查流通、餐饮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，切实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。在一家超市内，执法人员对超市销售进口食品经营单位证照是否齐全有效、是否销售中国海关禁止进口的食品等情况进行检查，检查范围包括酒水饮料、糖果糕点等。你好，你们这个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对吧？然后它那个产地的话没有具体写，就写了个日本，你能提供一下它的原产的地址吗？好的。检查中，执法人员发现某款日本进口食品未标明具体产地，当即要求超市负责人提供进口货物报关单等文件，最终查明该商品产地不在禁止进口范围内，符合销售要求。随后，执法人员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，对菜单上在售的进口酒水饮料进行检查，并走进后厨检查菜品原料产地。包装就是不要丢掉，这个都要留好的。下次我直接把这个封到上面嘛。对对对，上面因为有产地，还有一些那个信息，好吧？好嘞。检查过程中，执法人员还向经营单位普及宣传进口食品安全知识、法律法规，并提醒消费者要到正规商家购买进口商品，同时要注意中文标签上的原产国、原产地、生产日期等商品信息。我们建议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的话，是到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场所去进行一个消费。然后购买进口商品，我们一定要看它有个中文标签，中文标签上面它有一个进口商品的信息，包括原产国、原产地、生产日期、原料都会有的，这等于是一个进口商品的身份证。如果消费者遇到有疑问的、有问题的，可以拨打12315，对我们进行一个反馈，我们会到现场进行核实。